欢迎观看聊人日记短视频。一起通宵打游戏后，我和女神的关系有了新的进展。放假了，你怎么还来啊？放假了？哪放假了？我今天不是还……我靠！昨天你有事儿？不是，哎，你顶上老脸你来学校勾搭妹子，你有意思吗你？你哪学院的？你管我哪个学院的啊？她是我女朋友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在这拉扯什么拉扯？别动手！你不弄完自己钥匙？哦，行行行。哎，老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公，老师，这你男朋友？不是，对，你哪个学院的？不，他物理学院的。你别说，物理学院？不，老师，物理学院。老师过年好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排个队啊，老师，对不起，老师，老师过年好，老师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老师。我知道你老师，快走。干嘛？怎么了？都大学了，你还不老实啊？我怕，不是，你放假了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上一个学校的，你不知道放假啊？不是，我是说这一个多月的寒假，我见不着你，我跟谁打游戏去啊？我跟谁吃好吃的去啊？哎呀，别演了你啊！再说了，又不是见不着了以后。哎，对了，你老师知道你有男朋友了，以后我来学校，你是不是得躲着点了，绕着我走了？大学谁还管这个呀？再说我哪有男朋友啊？这行，你老师反正都听见你叫我老公了，你还在行？走，找找老师，你走，老师，哎，看看，来，让大家看看，看，让大家看看。哎呀，好了，哎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去火车站还是去飞机场？我车停外边了，走吧。走啊！什么？不走了。不走了？朋友，请赏个订阅吧。